內地女星范冰冰卷入逃税風波之後，事業就一落千丈，近一度銷聲匿跡。不過近嚟佢就逐漸公開露面，為復出鋪路。近日就有網絡被組之稱的著名 KOL 雷婉瑩晚晚就 post 咗同范冰冰嘅合照，但意外咁樣就引起咗罵戰。就是因為呢張相，有網民就覺得晚晚就穿著吊帶裙，大蘇光滑嘅膊頭同埋鎖骨，妝容又有精神，所以非常之靚。相反，冰冰的黑眼圈就好大，顯得精神一般，就好似神級美貌不在咁。但亦有粉絲為偶像冰冰辯護，就話冰冰的造型只是做到一半，就被人拉咗去影相，之後仲要發上微博 P 圖就係 P 自己，仲要揀人哋角度唔好嘅相，你真係有心啦！我替范冰冰多謝你，大家又點樣睇咧？